者陈立言专题报道。被封为南韩综艺之神的罗 PD 罗映熙，2013年曾率领绿花样爷爷团队替他拍摄《江淡水》《泰鲁阁》《故宫》《台北101》《自由广场》等宝岛美景呈现在节目中，吹起韩人来台观光热潮，并于隔年获得台湾观光局颁发的台湾观光贡献奖。而他更是百想艺术奖电视类史上首位获颁年度大奖的综艺节目制作人，并于去年获邀来台参加金钟奖。大部分的台湾观众从花样爷爷认识罗 PD， 而他制作的一日三餐高场片则是最受到台湾观众最喜爱的作品。在25至49岁女性族群中，平均收视为 0.87， 最高收视的 1.24。 长期引进罗 PD 节目的东森戏剧台表示，当初购入花样爷爷是因为觉得这个节目很新鲜，从来没有人想过可以带老先生们出国背包旅行并拍摄成综艺节目，加上爷爷们都是韩剧的熟面孔，因此愿意做这样的尝试。罗 PD 曾说，做好节目必须要有三个关键，那就是有趣、感动、有特色。而从他制作的节目中也可以发现，共同的元素就是美丽的风景、美食、人与人或人与小动物互动。罗 PD 的节目总能让现代人从中获得疗愈感并感到亲切放松，而这似乎也是他的节目之所以迷人所在。曾两度和罗 PD 接触的台湾电视台工作人员透露，他2014年来台领台湾观光贡献奖时，正好电视台准备播出花样爷爷，那时罗 PD 刚拍摄完花样爷爷西班牙片，立刻从首尔搭机飞来台湾，即使一路旅途跋涉，抵达台北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仍然愿意接受访问。工作人员透露，或许因为是工作人员出身，罗 PD 对于工作人员的安排都很能理解，态度也非常谦和。而他前年访台举办讲座时，凑巧是一日三餐在台湾播出前，当时他知道电视台持续购入他的作品，除了非常开心综艺节目可以跨越国际语言，更讶异台湾观众也很喜欢一日三餐。此外，一日三餐海洋牧场篇以及饮食堂二也将陆续在东森戏剧台播出，而罗 PD 的最新综艺节目森林里的小屋则将于4月7日起在爱奇艺台湾站上架。罗映熙资料照，记者王文林社。罗映熙因来台拍摄《花样爷爷》获得台湾观光局颁发的台湾观光贡献奖，东森戏剧台提供《花样爷爷》于2013年地台拍摄取景，掀起韩人来台观光热潮。东森戏剧台提供罗映熙是百想艺术奖史上首位获颁年度大奖的综艺节目制作人。又为催眠值，白色自日刊体育。